好多查博士刮令嘅時間啦，我哋今日係呢個第八集啊。咁我哋喺預告嗰度已經講到，今日有好多好多精彩嘅題材啊。咁我哋要同阿博士同會同啲聽眾一齊觀眾一齊分享啦，交流啊。係啊，咁第一樣嘢咧就當然啦，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已經提及咗嗰、那個。即係所謂間諜氣球嗰個問題啦，咁咧就喺阿博士嘅眼中咧，呢個有一個笑話，咁的而且確都係嘅，因為咧嗱我想介紹一下啦，就今日咧我哋做節目嘅時間咧，呢、這個 CNN 啊就係有線嘅即係電視新聞網絡咧，佢又俾咗個獨家，即係一個幾獨家嘅新聞啫，佢就話咧收到美國方面嘅消息來源咧，其實美國嘅情報當局係早知嘅。一早知啦，幾年前都知啦。但係咧就唔係當一個緊急或者一個嘅即係非常之重要嘅情報就去處理，所以而家咧佢就話咧俾人係批評。咁呢個新聞啊，阿博士，我哋點閱讀法咧？最重要咧有一個國際法，超過咗50,000呎高以上咧，那個冇領空嘅。如果你有領空嗰衛星咪唔使行，係啊，過太空啊嘛，係咪啊？咁佢仲有兩個，有幾個氣流層噶嘛？但我哋個人睇咧就話，第一呢、這個衛星喺邊度做？佢唔係細噶嘛？呢、這個氣球。啊，唔係呢個波啊！呢個大波喺邊度做？第二，究竟我哋中國最高領導人習先生知唔知？他不知道，那有不知道的做法，因為我們看新聞是斷估的，怪論是斷估的，叫立即炒了氣象局。炒了，那你唯有當他是氣象局做錯了，是吧，被人的感覺，對吧，他實際上也要宣示給你聽，這傢伙有什麼禍的，是他做錯，因為我試一下。但好了，他又忘記了，在中國境內香港有人特區，不是凡是中國境內涉及空間的流動的工具呢全部是軍部管的，有些航空公司有些航道全部都是軍部管的，沒有民間的，這個是國家的法律來的，是軍方管的，所以呢這個呢就大家自己就是斷估了，究竟我們最高領導人知道或不知道，或者知道又知不曬，或者呢是幾年前呢他們根據一些報道呢出過100多個的了，吃過甜頭的，那些單位呢又得囉，是吧，那就有東西搞，那就蹲啊蹲啊，那你知道了，是吧，好了，那現在出了事，美國佬我們一早講了，他由他中國飄過去是5天到的，因為他在那個平流層在那個對流層上面沒有雲沒有剩沒有風，只有那些激流很快，來到1小時200多公里，不慢的，所以你計數5天到就飄過去。但他最麻煩呢，他又有那個定向儀，即係你可以控制到嘅個方向，啊，同埋最重要咧，佢哋有一啲喺技術上嘅疏忽，譬如話我嗰個係屬於氣象偵察嘅，突然間你要知道入咗人哋個國境，咁你咪應該個智慧咧，有個彈性啦，唔係影住有智慧嘅，喂飛咗過嚟喎，幫幫手睇睇啦，咁咩事都冇噶，咁但係佢冇做呢個動作啊。冇咗呢個動作，咁究竟美國佬點解揀呢個時間去撩落嚟咧？之前都不嬲有啦，係嘛？咁佢又唔出聲，你都睇到話當親嗰時都有噶嘛？係啊，有嘅，好耐噶啦，而且有噶嘛，唔止一個啊嘛，而家係啊，唔止一個。喂，你行到加拿大有呢、這個、啊，中美洲又有，日本又有，南韓上空又有，周圍都有咁。係啊，嚇！因為佢哋有一種好處咧，就係話。佢嗰個停到落嚟咧，攞嘅資料咧會詳細啲。如果佢攞到你嗰個氣象嘅報告咧，對喺軍事上好大幫助。你記唔記得喺諾華底登陸咧，靠嗰個氣象贏啊嘛？
嗰、那個時間因為好短嘛，佢再過個潮汐啦，打唔打風？佢就有個高手天文學家，佢、原本唔喺嗰日去打嘅，要停嘅。但佢話唔係喎，可以冇事喎、咁樣咁啊。德國佬又大安之意，以為佢咁嘅氣候咧唔會嚟。誰不知咧就嗰陣時咧就靠個氣候咧打贏咗場仗。咁呢啲咧就大家坊間咧自己慢慢睇啦。咁我哋講呢個氣球點話笑話咧，就嗰、個。是开心的喜剧来的。当年中国和美国建交友好呢就靠个波。乒乓波。是靠个细波。现在看个局面搞搞下呢，将来败呢就摆个波就大个波。好啦，你讲起个细波一段故事的，不会无端端咁会有个乒乓波外交的，怎样搞出来的，记得有没有看到？記得咁樣嘅，當其時咧就即係喺國內啦，中國國內啦，就即係諗緊一個問題，咁你同蘇聯交互啊嘛，咁你同蘇聯交互，蘇聯都打你，喂咁你都蝕章啊嘛，咁我咪要揾美國咯，係嘛？咁點揾咧？點揾一個問題啦，就係咁佢揾嗰陣時，佢第一針就通知咗幾個外交駐外大使，嗰啲比較。兄弟的邦交，一個巴基斯坦、匈牙利、捷克、波蘭，即係佢都係揾翻自己有的啦。喂，幫我有機會同美國佬大使單聲，可唔可以大家坐埋傾下偈？咁咧，美國佬咧，佢哋講咗之後，但佢就忘記咗喺嗰個而家都唔得，冇喺嗰個年代啊！啲大使聽咗，哦，喂，冇公民冇姓喎。我屌你，我去領完翻嚟，冚家產咪俾毛澤東殺頭。係啊，所以冇人敢去。好啦，美國嗰邊咧又係諗住揾中國，又睇到中國形勢咁險峻，啲經濟又咁困難，又同印度又嘈，又越南又嘈，咁啊又台灣嗰度又嘈。咁就亦都想話同佢哋有偈傾嘅，一個越戰嘅問題嘛。唔係佢又想同佢揾中國傾偈嘅。咁美國佬話點樣傾偈咧？佢哋嗰啲大使咧就同中國唔同，大使就唔敢主動去揾人。但美國大使咧就唔係噶嘛。佢個自由民社會。我直情咧借啲酒會。匈牙利或者巴基斯坦個大使，美國駐嗰個大使一見到個酒會就。行埋嘅中國大使度，咪上嗰種嘅大一見嚟，即刻走頭，即刻走頭，走啊，走啊，點要追佢？咁你個大使身邊隨從啊，攔佢啦。唔係啊，我有同你哋阿 Buster 傾啊，大佬，咪傾乜春又唔方便講啊咁。好啦，咁你突然間你身邊隨從見到中國大使又有個美國大使嚟追，話有嘢傾，咁佢哋每日乜嘢事務大使報告噶嘛？報告到翻去。咁咪落個窩打，喂！咁你哋都可以傾下喎，啲大使個個都唔敢。我屌你毛澤東瞓醒覺又變咁啊！係啊，係啊，係咪啊？即係等於而家北韓啦。係啊，你瞓醒醒覺變咪殺頭水咧，做唔撚到工作。咁啊僵撚咗喺度。僵咗喺度咧，就輪到嗰個細波出街啦。個細波完全冇喺計劃中嘅。完全冇諗到話乒乓波外交乜都冇呢個構思嘅，冇嘅。在無厘頭有一年咧，有個世界嗰啲唔知亞運啊咩運嘅乒乓球比賽，美國就唔係嗰科噶嘛。你揾個美國佬打乒乓波你難。佢都唔係嗰科，但因為佢都係成員國，點解佢咧就無厘頭咧派啲二打碌叫出去 social 話咧就冇諗住攞獎，佢都冇高手。你話你打嗰啲，佢哋打嗰啲咁嘅。美式足球就話啫，即係凡係體力啊，要身材嗰啲佢又打。打籃球啊嗰啲話就屌你乒乓波，所以佢又有派人去，就派咗嗰啲球員旗二打六去，就代表出席啊，揈下支美國旗咁嘅啫。咁啊散緊咗場咧，個美國仔又戇鳩鳩，因為佢冇咁多團友陪佢去啊嘛。嗱，擸低佢冇擸咗車翻去嗰個營地喎，喺個會場。我見到都有車咁啊，送你咗上去。喂，你哋都翻營地啦，見到中國隊，喂，我曾經上得埋嗰啲咁嘅小巴，或者旅遊巴，送你咗上去。我順便翻營地啦，講佢問我司機咪翻，佢係啊，咁我順便翻埋啦，講。哇！嚇到成班乒乓球隊啲友面都青埋。
喂，屌你啦！你佢又有團員，又有黨委書記監察噶嘛？咁都有個背景嘅。有個美國佬上嚟。啊！你當年容國團贏我香港人嚟噶嘛？係香港人翻去俾人批鬥嘛？你唔驚啊？你問啊，所以上你嗰車咧，個個面都青撚埋。啊！咁但都去緊到個營地。嗰陣時係莊德棟做隊長，係啊，其實莊德棟啊，莊德棟係莊德棟。我記憶中就係莊德棟。嗯，好啦，咁莊德棟就，誒，突然間上咗車咁啊，焗住打翻營地，翻營地，佢順手執咗樣嗰啲小禮物，中國嗰啲咁嘅年卡啊，或者啲咁嘅禮卡啊，或者啲小禮物俾咗個鬼仔。嗯，鬼仔咧，佢哋要寫報告。嗯，咪發生咗件咁嘅事，點樣？嗯，啊，誰不知收翻北京落嚟嘅指引？喂，你儘量同佢交手，叫佢嚟我哋中國訪問啦，咁啊嘛，咁好啦，啊嗰個鬼仔又收咗禮物，第二日佢啊多謝佢，俾佢坐埋車又收咗小禮物，就買咗幾排朱古力會送俾佢，咁啊傾起偈，鬼仔又好過癮喎，就話俾佢哋嗰啲隊長聽，嗰啲隨團啊教練聽，喂，我哋周圍世界到路去過喎，未去呢個中國喎，同埋嗰陣時係鐵幕啊嘛，喂，真係去下都好喎，還撚定有得遊浮去中國睇下。咁佢好啊，咁佢翻去咪出邀出信，就通知中國嘅乒乓球總會，喂，我哋想嚟你訪問，咁中央咪重症合圍，咁咪訪問咯俾佢。係啊，所以個波仔搞出嚟之後咧，就到1971年咪基辛格秘密訪問咯。係，經啊，首先係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就由經巴基斯坦就秘密訪華噶嘛，原先安排嚟克遜噶嘛，係啊，呢個咧就係細波，又形成咗嗰個外交，今時今日就屌你乜整咗大波掟咧出去，咁啊屌會唔會成也係波，敗也係波咧？呢個就大家睇埋尾啦。啊，頭先博士講過咧，就維基百科有噶啦。啊，乒乓外交呢、這個即係條目咧，雖然寫得唔係太好，咁但係咧都頭先嘅即係資料咧，完全有嘅。入連嗰個邊一兩個人啊，當其時乒乓波手在係咩名咧，都寫出嚟。咁啊，博士講啱嘅，係莊德棟。係啊，莊德棟。係啊，咁另外咧就呢、這個美國方面咧就叫 Glenn Coven 啦。係，我都記得。係，嗰啲唔記得㗎啦，嗰啲。你一問起上嚟，我都要諗一諗翻路翻啲咁樣呢啲好撚冷門嘅知識。只不過諗起個波，咁就有啲嘢講下啦。係啊，靠個大細波。事發地點係應該係日本名古屋嚇。大細波。係啦，咁嗱，啊頭先我哋即係講一個問題啦。咁美國佬係咪事先已經知道呢件事？情報當局知道咧，就佢哋而家佢哋都贏咗嘅中國。嗯，喺表面到後期下集點樣輸贏未知啊，但係表面咧，喂，你掟我咁嘅波去，好平啫嘛。嗯，最多就幾雞嘢。幾萬元美金齊曬啦！咁你導彈一支都嗰度都成，係嘛？但你知而家美國佬劫料落嚟又用幾多錢啊？係啊，起碼成億啦，又係冇咁貴。港紙要啊，咩唔使啊？使唔使啊？要啊！一架 F-22 係啊，仲係配咗兩架 F-15 係啊，因為佢綁住佢啊嘛，同埋所以錄影啊嘛。係啊，跟住下邊有嘢準備落邊。成棚人，而家你一睇到係啊，成棚人係啊，跟住仲要打鬧，係啊，跟住有咁多平台要同你跟進，係咪啊？你話我哋咪贏先，如果計使錢係咪啊？係啊。好啦，如果突然間我哋咁樣贏，有朝一日，怪兩啦嚇。我哋中國人咁多人多啊，波多鬥波多，我屌乜整幾萬個揈蓋，我屌你，你咪唔見幾萬支導彈？係啊，嗰啲導彈40萬支。係啊，佢嗰只啊，佢呢次唔係最貴嘅，佢係最平嗰只導彈都40萬支。我屌你，我整幾萬個飛上去喎，咁你咪屌你有排打。嗱，所以我哋中國會贏嘅。好啦，但另外轉頭諗一諗。我秘密我而家未解決到嘅。你用個導彈打落個氣球度，所有設備都散曬喎。係，佢能夠打完唔散。嗯。咁我咧就八卦啲，我打電話過去某個國家啲高手，佢係啊，佢都知道可以做到，但究竟佢做到嘅過程咧好高深嘅，即係等而家我哋個炸彈大廈，你落幾多炸藥，啱啱冧落嚟咧？唔歪斜嘅，係炸咁多嘢。你記唔記得炸嗰啲夾萬啊？
炸到那裡而已，就那邊傷不到人的，即是說他計算那個數字計到那麼準，那麼精準，是的，所以這個就是很深奧的另外一套學問來了，就是說你的導彈打下去，你所有的設備散曬的，但你大家現在他打流上來的畫面，是沒有散的，這方面就沒有什麼人注意到，這個真的是很高深的技術。好了，但美國佬去到這個情況，他突然間呢他又擴大了來玩，擴大了來玩呢，他不是說針對你中國，他在政治上呢很強悍的，他一吵完之後，拜登不是公開說的，我們不會為了氣球事件呢是影響到我們中美關係的嘛，在電視公開說的嘛，但他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凝聚了他美國人的民氣，變成將來他下集一做動作，你那些議員呢親中啲唔敢反對，因為你嗰議員咧要靠民氣支持噶嘛，佢選噶嘛，係咪啊？所以而家佢又凝聚曬兩黨嘅力量，同埋啲民眾嘅力量，將來真係要發動戰爭嘅話咧，有理有據，係啦，你講此其一國內嘅，好啦，喺國外咧，跟住你仲俾你整到揾到幾個出嚟，跟住又踢埋以前嗰啲蘇州市出嚟，又架仔，又日本，又南韓，周圍，哇！個個都神憎鬼厭啦，係咪啊？乜變咗咧？佢呢次咧就係、喺我哋中國呢方面咧係有多少失算嘅？失策啦！即係話你俾佢哋利用到喺個世界嘅輿論同埋美國內部輿論咧，去到呢一股咁嘅力量扭翻埋一齊咧，你點樣去破解呢個局咧？咁啊，真係要問佢哋黃鳩博啦。唔係因為你喺嗰個地方，譬如你 Montana 佢經過嘅地方，喂，嗰啲人都唔理世事噶啦。唔理唔理唔理，佢淨係你個州啊！你唔好話你美國啊，佢淨係你自己嘅州。你唔係州啊，自己嘅美國人理。係啊，美國人唔理人哋噶，隔離坐都唔理你。係啊，咁但係你整個氣球喺上空，佢又睇到喺中國，咁即係變咗你就有個先入，有個先入為主嘅印象。唔係佢喺個法律上，你侵入佢個家園啊。嚇！他們美國人就很注重的，就是我的尼巴你進來我開槍打你的嘛，是即是你進了我的領土，即是他的觀念上自小的文化，所以這個是大忌來的，所以他一借題發揮呢就個個都要接受的，即是現在踩到你，踩到上心口了，踩到過了界，即是你的家裡被人過了界，但我說如果他真的幫你蓋，如果美國佬我就不知道中國戇鳩部怎樣做事啦，如果他醒識插彈的有封文件召喚了人家立刻補飛我的氣球飛入來幫幫手，不要將這事擴大，那美國佬有人等你的球呢飄過了河沿岸十二公里他就不打得了，他現在差幾個字就過了，他現在在離岸六公里打你下來而已，他再過多六公里就離開了他的領土了，你就係冇你就冇人反應去插彈中國，我就睇到呢個毛病。即係話你中央政府戇鳩部咧，特別呢個王毅呢個乞衣啊，真夠我最撚憎呢個人嘅。你老母你坐喺而家你升撚咗水位升成雲做政治局委員，仲要管撚住外交部長，你搞咩？咩你提老細噶嘛，大佬？咩明知我呢個氣球有料嘅，你即刻要插彈噶嘛？話即刻整人電文過嚟，我哋飛咗過嚟，唔好意思啊，大家等佢飛咗跌落海算啦，或者我教翻個方向，等佢流走翻嚟，咁咪完撚咗咯。佢唔係，到屈到而家人哋出聲咧，佢仲聲大夾喎。佢聲大夾喎，空翻人轉頭咧，係佢哋手勢慣嘅。佢每逢爭論任何一件事咧，都係對方錯嘅。因為他的政權來自於虛浮嘛，他自己心虛嘛，所以他不可以衰的，一定是對方錯，一定說了調回轉是對方錯先。現在你聽他那些外交部發表言論都是的，我求什麼什麼什麼，你又違反人家違反國際慣例，慣例他說他話聽不聽錯國際慣例啊，你明白嗎？所以他們是他們很論盡的，這個呢就要提一點點他們的思維的來源了，
點解佢專用咁多啲我哋平時人話哇呢啲咁衰嘅人，佢都用去做打手啊，用去做親信啊，用去做嘢咧？就算你睇佢香港都係㗎。嗯。咪有啲人都唔上路啦，啲行為錯點解佢用曬啲壞人咧？嗯。點解咁多好人唔用咧？嗯。呢個列寧留低㗎。嗯。列寧曾經好嚴重講過㗎，奉係善良嘅人。就是共產黨的隱蔽敵人來的。嗯。為什麼呢？因為善良的人在我們去進行國際革命的時間，他不會容忍我們用的手法。嗯。因為他會同情對方了。嗯。人道主義的時候。就變了呢，他就是隱蔽的敵人。嗯。所以 你在共產黨裡呢， 你好人不會用你的。是。因為你是他的敵人來的，始終是人。嗯。到你問嘅咧咩問題？嗱，咁頭先有一個即係博士都提到啦，我覺得即係最要再深入講講啦，就係呢件事本身會唔會係即係我哋呢個國家主席習近平係唔知咧？嗱，咁呢個都好吊詭嘅問題嚟嘅。照計咧，一個人即係擁有最高嘅權力，佢應該乜嘢都知嘅，但係亦都唔可能一個人亦都唔可能乜都知啦，係咪一啲啊？你咁呢件事？咦，知道即如果呢個事發咗之後先咁重要，咁會唔會我哋可以假設就係、是、喂，連阿習近平佢最初都唔知道發生即有呢件事咧？有呢個單位喺度知道，因為之前咁多個案咧，一定有人食有個好處，但亦都未必知道咁微細。嗯，即係我哋有個情報組織咧，有利用呢啲咁嘅工具咧，會收到啲好處嘅。因為氣象都是情報嚟噶嘛，因為你收氣象都涉及我哋擺翻軍事用噶嘛。嗯，但去到咁樣，佢就始料不及會變成咁嘅。嗯，就喺你布林肯嚟到咧咁樣搞啊。嗯，好啦，但你再問深層次咧，究竟係咪有敵對嘅對手或者無間道特咁樣搞咧？呢、這個我哋唔敢估啦。嗯，呢、這個真係唔敢估啦。嗯。亦都對人哋唔公道，嗯，啊，因為佢哋隨時可以蝦碌噶嘛，係可以錯啦，唔係單隻門老細，但係我感覺就係、是，喂，就算係個老細都會覺得你特登扇佢嘅喎。咁又唔公道嘅，因為國內乜撚都蝦碌噶嘛，真噶，因為我喺國內工作耐啊，喺電視台工作，喺成同埋一齊做嘢，隨時蝦碌噶，隨時蝦碌噶，好古怪噶，所以即係大家係即係 hea 做，係咪？即係等而家你香港啲工程超支係超支，啊嗰啲裝又短咗，嗰啲鋼筋又冇咗，咁又話得啦，唔緊要啦，咁屌你啫，即係點啊？因為你話認為咁樣唔緊要喎，唔使萬。多材料啦，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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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啲沉降咁所謂啫，以前定啲嘅即係嘅標準太高啫嘛，我哋而家我哋又唔可以話亂咁估啊，唔負責任啦，亦都唔可以話會挑起佢哋內部嘅，係我哋冇呢個完全冇呢個意圖，即係冇即係話，但你可以係當一個推論有冇咁嘅可能咧？呢啲咪等翻我自己佢哋國家內部安全去查咯。係，佢哋一定會查嘅呢個，但係我哋又可唔可以調翻轉咧？就係陰謀論啦。喂，美國都特登知道，特登俾你咁搞，特登製造一種咁嘅形勢。嗱，呢個成數高，佢係不嬲知道，但係佢要揾適當時間推出。喂，老實講，喂，呢個氣球唔係第一日㗎啦，唔係幾年來㗎啦，佢哋係不嬲都知道，所以而家咧佢就睺準呢個時間咧就發揮嘅。嗯，呢個事實，因為佢哋揀到呢個時機嘅美國。嗯。這個美國是全部都有事實的，即是他們隨時隨後都利用發生的事情去炒大他的，但就估不到這次就炒得那麼精彩嘛，就幫了他們團結咯。是啊，那這個也補充一下，就整個氣球下來就不是那麼簡單說立刻撈到，因為很多東西散了下來，多有些很細部的嘛，有成有些落了海底啦，啊、有些未必話浮上嚟啦、啊。但他哋嗰個採流技術很高的，美國嗰啲設備，嗯，咁佢一定全部執曬嘅。但執曬而家就有一招咧，佢可以講可以唔講執到乜嘢。嗯，而家就睇中國點樣埋尾啦。嗯，我話如果你中央政府你戇鳩部能夠有功夫，令到美國佬執咗之後咧唔公佈，或者噏一句，我都係探測氣象多啦咁，咪做和佬做自己有咯。係啊，我話如果你中國的外交部不肯識趣，聲大大嘈冤巴閉，佢咪同你鑿牙、擠牙膏、鑿啲出嚟咯。其實都齊曬。
佢又話而家我發覺咁多，過幾日話而家我又發覺多啲，同埋佢未必自己講嘛，佢得閒放下啲料俾先。係啦，嗱呢單料我覺得係係啊，放料俾先。佢哋好好玩噶，佢哋而家全部主動嘅，而家就考我哋中國政府嘅外交部嗰班友有冇功夫啦，亦都係考習近平試啦。你點樣拆彈咧？係咪啊？咁但係除咗呢個美國之外，咁其他國家嘛嗱，而家你牽涉入咗加拿大啦，因為首先個氣球經過加拿大啊嘛，再遠少少都經過埋日本。你而家加日本周圍都有啦，台灣周圍有。你仲唔止喎？你中南美洲下周圍都有有。咁嗰啲國家點？但係個個唔理你嘅，咁而家咪揾等大阿哥出頭咯。佢要費事出聲，咁佢最近早幾日又同哥斯達黎加道歉嘛，啲哥倫比亞嗰啲黎加話佢有個球喺空中嘛，呢啲係道歉，呢啲係道歉話，係啊，呢啲國際啊嘛，所以你係咪道歉咯？好乖嘅，因為啲道歉都冇人知啊嘛，我哋即係冇人會，喂你同美國佬道歉，咁你冇同國內嗰班即係小粉紅交代啊？你不需要跟我小粉紅交代嘛，我小粉紅我當係冇到嘛。Okay, 其實佢哋唔係幾識分裝眼啫。嗱，咁呢個即係咁嘅題目咧，可以即係帶到另外一個題目啦，就係、是、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就呢個訪問呢個沙特阿拉伯。咁而家呢個即係情況咧，我哋可以咁，我可以咁睇嘅就係、是、即係等於我哋講以前講嘅連環合縱啦咁你同呢個阿唔 friend， 咁你要同嗰個 friend 啊保障你自己嘅利益。咁啊，而家投資嘅機會啊，或者戰略上啊，因為沙特阿拉伯有石油啦，佢亦都錢多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喂，第一樣嘢，你同沙特阿拉伯 friend 嚟，咁你真係同伊朗唔 friend 啦，係嘛？做人都係咁嘅啫，你同某某 friend， 你都同唔同樣。另外一樣嘢就係香港擺咗上去呢、這個。即係中國外交嘅一個戰略嘅位置，一個角色，唔好咁樣一個角色。喂，呢個唔係以前香港嘅功能嚟喎。以前香港有做，但係喺台底做。而家係新香港嘛，新時代嘛。是五光十色的香港喎，而家進步咗喎，最完善嘅香港喎。咁你叫李家超做呢啲嘢，佢夠唔夠咁嗰班啊？哦，這個共產黨不會想你夠不夠班的，那他也不會想自己夠不夠班的，那事情就做了咯。但是我們可以補充的，即是最簡單，你見到超力特首，你有幾多個伊斯蘭教朋友？他第一次扎他頭巾。你問問他，你有幾個伊斯蘭教朋友？交過手的，來往過的。或者合作過做事的，你知道他的文化嗎？禁忌呢？不是，禁忌有他就更你一講禁忌更大鑊，他的教派個個教派不同的，那裡更大鑊，那就站在那裡了，那你叫香港人去沙特阿拉伯投資，那你有沒有follow過之前有香港人去過杜拜都幫手做過事過？和嗰個都好撚彩啊！我話俾你聽啦，和嗰嗰個啊，和啊，你都好撚彩喎！咩叫和過？即係你去搞嘢，你唔使蝕錢，唔蝕錢你好撚彩喎！話俾你聽。哦，咁我知道嘅。哦，但我就比較有交手嘅。一陣間貼翻上去。印尼咧係全世界最大嘅伊斯蘭教國家、回教國家，成三億人咁滯噶嘛。當年華僑請我去病窿起間佛廟幫手，萬隆，病窿即係萬隆。你個蘇哈圖點講啊？我哋見佢嗰時，我身為回教國家嘅總統，絕對唔可以支持人哋喺個國家起廟噶嘛。佢又冇人講錯喎，你點可以支持異教徒起廟咧？不過而家個國際，我又聯合國嘅成員國。根據聯合國的憲章咧，宗教信仰自由，我又不可以阻止你起廟。如果你找到個地方起廟，我當地的子民反對你，你又可以順利起嘅，咁你咪搞咯。我表弟諗嘅即係咁樣講。所以到我哋後期起完咗，請宗教局長同埋省長、爪哇省長嚟開幕咧，同埋文化部長咧。蘇哈圖同啲客人講：嚇，又起得掂嘅，點解啊？咁佢啱擰咗頭，
點會賣到尾咧？三十幾萬尺噶嘛，我哋嗰個禪修中心，但係我哋唔用寺廟嘅名，用呢個禪修學院咁啦，佛教禪修學院，其實一個大廟嚟嘅。好啦，到早幾年，2008年嗰陣時啊，引嚟大暴動啊嘛，排華啊嘛，排華，回教徒嚟保護我哋間廟，嗰陣時拆爛曬好多寺廟同埋基督教教堂嘅。點解咧？就是我哋中國人嗰種美德啊！一起廟嘅期間，每逢禮拜六禮拜咧，就贈衣施藥，派糧食派米，變咗窮人咧個個得益。個禮拜啲華僑集曬錢，每個禮拜都派嘅，變咗佢哋當地嘅村民咧，一見外邊啲人想嚟走嚟去到咧，喺個村口就攔住曬唔俾入，跟住再 call 埋隔離村咧嚟擋外邊啲人，就話俾其他啲暴徒聽：呢度唔鬥得，因為我哋幾條村靠佢哋俾糧食啊，大佬。嗱，呢個就是中國人個美德喺外邊，所以我哋而家間廟冇破壞到，就係一念之間嘅。好啦，另外你啲人話去伊斯蘭教做生意。你知唔知佢哋有一種文化好過癮噶？你聽過回教徒做善事未啊？你有冇睇過報紙話回教徒做咩善事啊？有冇報道噶？冇噶。好啦，就算佢投資做生意，我哋有一個國家回教國家，沙地皇帝曾經去我哋某個國家訪問。當地國家咧，嗰啲回教徒咧，間廟爛咗啦，地方又細，就要政府咧就俾一塊地去起，咁咪同佢哋沙地皇帝講咯。你可以攞到地方嘅，得，大庭廣眾嗰時拍曬心口，得，社運體，咁咪又揾人話遮，揾人成整好曬，申請曬，冇揾咗味㗎，我嘢，知唔知啊？他們不知道人家的文化風俗呢是自己屋企人幫的，你不是跟他的家庭的關係不幫的，所以看到回教國家貧富的描述，明白嗎？你說會有石油分給你啊？當然不會啦。你說幾人多窮人，你看看那些阿富汗、沙利阿拉伯那些周圍的窮人，他們都不明白那個文化，冇噶，你哋行行揀錯曬。如果你做生意做成，佢哋咁聰明嘅人，佢好早嚟香港做生意噶嘛。佢哋嗰班中東佬喺香港開埠嗰時嚟噶啦，全世界去噶嘛，伊斯蘭教，又坐船又嚟我哋泉州上岸，又成經商，係咪啊？佢哋最早噶，係佢哋打通曬成個歐亞兩地個航道，嗰個航道啊、商運啊、貿易啊，佢係最早嘅，所以佢嗰、那個。好啦，而家你哋去到咧，其實就做邊樣嘢咧？香港可以引進伊斯蘭教嘅醫術。咪我哋而家你咪有拔火罐嘅。係啊，就係中東波斯嘅醫術嚟嘅。猶太人到今時今日，佢哋唔公開講嘅，佢哋屋企人咧，每一個禮拜咧都拔一次火罐嘅。係屬於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去湿啦，唔系，有另类嘅，所以咧，你就咧，其实咧，而家你香港医疗咁多缺乏，咁佢个伊斯兰国好多地方好多医生好好噶，佢都系要医人噶嘛，同埋佢因为佢当年佢阿图曼帝国打咁多地盘翻嚟，佢吸收晒好多医术噶，所以佢系集大几家大城嘅喎。你记唔记得有套电影讲英国一千年前个医生都要走去中东嗰边学医噶嘛？系记唔记得啊？所以呢个咧就系重点嚟嘅。好啦，但系你讲另类嘅嘢，譬如话你建筑啊、音乐嗰啲就唔啱我哋嘅文化嘅。佢哋嗰设计咧系另类嘅，同埋佢嗰个宗教咧系好前卫嘅。佢哋好前卫嘅。但佢係喺聯合國咧，就有多少咧？我成日都怪聯合國。喂，你嗰啲猶太教、伊斯蘭教，點解出世就要人哋入教咧？佢都冇自主權啊！佢個人權喺邊度先？即係等而家你嗰個女仔話吸19歲的我，
美國細個阿媽簽咗，咁你當我綁咗我，因為佢咪會自細咧就要你入咗教，冇得甩噶嘛。呢個咪對佢唔公道啊？係係嘛？因為大個咗又唔同諗法啦。我講得啱唔啱啊？佢冇認識噶嘛，所以你所以我成日鬧撚聯合國冇撚做到嘢噶嘛。但係猶太人咧，同佢哋伊斯蘭教，大家睇翻個歷史上維基百科，佢哋係兄弟嚟噶嘛。個元祖就係阿伯，係啊，阿伯拉罕啊，佢係分支咗啫嘛。好啦，到你同佢哋交手做生意做成咧，你唔掂嘅，佢哋嘅數後一定贏你嘅。同埋佢肯矛你，你唔肯矛。即係你，我哋中國文化咧有多少忠義兩個字？即係講義氣啊。即係因為我哋個關公文化好重噶嘛，特別個儒家文化，都講仁義噶嘛，所以變咗有儒商噶嘛，佢哋冇噶。我喺外國咧，呢度唔好怪我啦，唔係中道主義，我聽外即係喺外邊對中東人個評價唔係太好嘅。唔敢同你來往㗎，做生意。好多古惑嘢喎。係啊，佢唔會同你來往㗎。即係一般人唔敢同阿叉同埋伊斯蘭教人交手做生意㗎。真的，他反而喜意跟猶太人交手，因為猶太人呢就比較均真一點，比較不是，他有一套檀烏嘛，他的家庭有本塔木經的檀烏呢，就是作為一個指南的，處事都有一個即是做人做事怎樣做法，有一套檀烏作為指引嘛，所以有好一點，但是猶太人不是那麼容易信你的嘛，是他不是那麼容易信你的，他信你是信到底的，但多數而家喺世界上咧，就好少同伊斯蘭教交手嘅，因為佢哋太複雜。當然有好多好人，但你唔知邊個好啊嘛。好啦，另外講一個少少趣話問題啦。好多人咧就問到：哇，信耶伊斯蘭教著數啦，四個老婆娶四個老婆，你娶到你係大鑊咯。你今晚同大婆搏嘢，你跟住呢個禮拜咧要每人搏一鋪，你買衫要買四件。是啊，很大鑊的，不是那麼貴，因為他那個是娶四個老婆是基於人道主義定出來的，因為當年打仗死很多男人，死很多男人，那些寡婦呢就跟那些不清不楚的男人呢有私生子有性，變成永遠都見不到光，那些男仔那些棄嬰咧又冇江湖地位，又冇性，受人歧視。有啲咧又同就同佢老公啲細佬搞埋一齊，更加咧一出事咧你就不見天日嘅，你又會浸豬籠啊，仲慘過。所以咧，教主咧就基於呢個咁理由咧，就俾佢哋可以娶四個老婆，喺某種環境之下，做四個老婆。但咧就。不可忘記，你真係娶到四個老婆咧，就係一種負擔嚟嘅。一種好大嘅負擔嚟嘅。你有錢先養到嘅啫，係咪啊？係啊。咁嗱，就即係頭先我哋提過一個問題啦，就係你香港以前嗰個角色，咁當然一定有喺嗰個國際政治上有發揮嘅。但係問題就係以前其實好低調嘅，尤其是喺英國嗰個年代。佢哋應酬你嘅，你去到佢應酬你吹下水嘅，可以話俾你聽咧，你將會一事無成。好啦，如果你話你佢搞而家佢哋搞金融中心搞成啦，叫嚟投資搞嚟上市，亮燈冇咩？美國冇咩？我哋點解要？我點解要走嚟你度先？但你要諗，係嘛？所以呢啲咧就大家同阿特首先打氣，咁啊有得做嘅咪好咯，冇嘅咪聽其自然咯。咁你走去攞啲工程做啊，挖土積啊，嗰啲冇所謂嘅啲人嚇。好啦，咁呢度咧又講件事係好，大家都應該死常上聽過，涉及香港個金融市場嘅，就係、是、沙地阿拉伯個王子搞出嚟嘅，但係冇咩人知嘅。你咪記唔記得有間上市公司叫明珠興業啊？是不是黃坤的？沒錯，走了佬啦，在台灣，如果沒錯的話，現在台灣就說失了蹤，哦，那他之前不是被人說綁票的，是啊，打到很傷的那次，因為我台灣我很多人在這裡嘛，是打到重傷的，很非常傷的，所以就全部不敢出來養傷，但最近都失了蹤啦，你知道為什麼會做黑衣嗎？就是涉及沙地阿拉伯，他嗰陣時好巴閉㗎，話又哇百幾身家乜乜物物咁啊，記得啊，哇嗰呢條咁嘅廚房佬大陸仔走出嚟勾頂貼鼻，我同佢見過幾次，我唔撚睬佢㗎，
有人話應承同我叫我同佢一齊食飯，我都推撚咗㗎。嗯，不撚知所謂可以叫做，即係等於嗰啲咁嘅神同輝之流。我話佢點樣樣 high 嘅咧？嗱，呢個照事情講嘅，某年某日，王坤透過香港嗰啲咁嘅財務經紀，就想融資。咁咧就叫咗個中亞人，嗰、那個人咧唔係沙利亞白人嚟嘅，但中亞嗰邊啲人就有同嗰啲財團來往嘅，咁咪約咗佢咧，就三點鐘某日就去明珠興業個公司度見阿黃老闆。嗯，呢個伯咧就去咗學生度睇醫生。嗯，去我學生度睇醫生。嗯。扭傷啊，有腰痛啊，痛咧都唔行得，就去咗我一個中環嘅學生睇身。啱啱個學生咧就爆棚，咁咧就約咗時間嚟咧都要做多兩個咧，佢遲咗，遲咗十零分鐘先去到啊黃老闆明珠興業嗰個公司嗰度。嗯，一入門啫，講粗口鬧呢個伯阿黃坤，你知唔知你今日約咗嗰個百幾億？上市公司主席啊，咁樣我第一句啊，我個爸都呆撚咗，屌你乜戇鳩鳩，咁啊俾鬧你十幾分鐘喎，咁啊俾佢傾唔撚到啦，佢都冇撚人屌你，係咪咁無撚端端走去俾人鬧咗十幾分鐘，咁咪戇鳩鳩走撚咗咯，介紹人都唔好意思，拍撚曬台喎，你知唔知你今日約嗰位百幾億嘅身家嘅上市公司主席啊咁？我走咗去，跟住冇幾耐，佢又翻過去沙地。原來佢係王子個財務顧問嚟。哎呀！嗰王子咪屌你啦！咁你翻到嚟屌你啦！咩又唔撚食，又唔撚飲酒啊！屌你搞乜撚嘢啊？咁你唔開心啊？咁咁啊！你講出嚟聽下，有咩唔開心嘅？屌你！有冇香港撞咗個咁條咁嘅撚樣啊？個王子啊，冇出聲啦，即刻撳掣。call 撚咗個秘書嚟。你聽日約唔知康文石啊、摩根士丹利佢哋啦，你約嗰個區總裁嚟見我。下晝第日見佢。嚟翻咁嘅公司，佢都唔同佢講咩事，又唔講佢嗰個財務顧問阿伯嗰啲事。有間嘅公司，你用你嗰番法同我搞撚殘佢啦，咁。哇！所以佢初初黃坤咧冇炒嘢㗎，你知唔知啊？佢冇喺個股票市場炒嘢噶，咁啊後屘翻到嚟香港咧，咁呢個某間嘅金融公司咧就同佢借股票，借有冇所謂嘅？佢咁大公司同佢借，咁啊俾翻少少著數你，咁啊同佢炒，咁你黃坤嘅開心啦，咦屌你冇掂喎，哇咁啊炒兩炒，你好撚笨炒，借俾炒咪自己炒，真係啊，咁咧就自己侵咧埋。陪佢一齊炒啦，即係搞大啲，你明唔明啊？咁咧要落一笪，跟住一個級四，做緊咗乞衣啊！哦，就係你收到個打，你同我搞緊殘佢。嗱，呢個就一句説話，你知唔知你我係百幾億身家，百幾億上嗰啲主席，咁樣做乞衣噶？啊，點解我咁清楚啊？因為嗰個醫生係我學生嘅嘛，屌你啦，係咪？後屘阿伯翻到嚟同我學生講幾撚開心啊！唉，我老細同我吹咗啖氣啦，咁而家做乞衣啦，謝撚咗啦，咁係咪？好，到底第啲話題？咁當然啦，貼身嘅就係呢個財政預算案啦。嗱，老實講呢樣嘢就即係悶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喂，而家派唔派錢好咧？錢就佢會派啲嘅。喂，但係好多議員講唔好派喎，葉劉淑儀講叫。太掛咗嗰啲，佢哋係佢你而家你今時今日呢個熱樓呢啲咁嘅閒人，佢唔肯啲嘢講下有撚存在價值咩？所以佢而家佢專講一啲反對主流嘅聲音。係啊係啊係啊，過唔過啊 ？Contrarian 係啦，唔係佢有撚存在價值啊？係咪先？但佢都戇鳩鳩啦，佢收咗兩三份身家都仲要行出嚟，咁你搏乜撚嘢係咪啊？呢個就呢個財政預算案咧，點解咧冇得做嘅而家個財政預算案，因為個空間太細。嗱，等我問咗你樣嘢先，即係香港嗰個財政預算案赤字問題，
即係你唯一你就加税，係啊，咁你加税嗰空間好細喎，你加邊個範圍咧？嗯，利得税。啊啊、公司就你或者加啲有啲話咩煙仔税、啊、煙仔税啦，或者股票嗰啲利潤啦，我、啊、你係加嗰啲啊，仲有馬會係唔係呢個業你嗰個賭博税啊？但你嗰啲係嗰個咁咪焗撚咗人嚟買外圍咯？唔係因為而家你買波買外圍，哇已經好蝕㗎啦，係多過你好多噶買外圍。唉、哎，波已經冇水位啊！我覺得啱唔啱啊？人哋買外圍係賠你好多噶嘛。你嗰日嗰個阿根廷嗰場波、嗯，你買馬會17倍，嗯、人買外面24倍㗎。嗰、嗯那個3-3啊，嗯、2-2和嗰、那個嗰場啊。嗯、好啦，到你去做吞盤税出嚟冚嘅話，空間好少。嗯，你的賣地收入現在又萎縮，喂，你看住那個檔嘢咧，你計嚟計計唔揾到數嘅喎，跟住你外嗰啲外匯儲備又蝕，嗯，你話俾咧，你做財政司，你點樣喐到嗰盤數咧？嗯，佢喐唔到㗎，因為空間太少啦嘛，嗯，係嘛？但我哋就喐到嘅，嗯。但我就不講，亦唔撚夾撚精佢，咪等佢戇鳩鳩做乞衣咯。真噶，佢哋可以喐到嘅，好撚犀利添。但要中央俾支令箭你就掂噶啦。但我哋係諗唔到嘅，因為而家你香港去到呢個局面咧，你又要開源，又要節流。咁你再洗腳唔抹腳，咁咪彎撚埋咯。上個禮拜你提過啦，上次仲話6000億。你再搞你洗腳唔抹腳，咪彎撚埋咯，啱唔啱啊？好啦，另外你無撚端端派500,000張機票喎、嗯，500,000張機票幾多錢啊？嗯，500,000張機票派俾人嘛，你要睇到新聞啦。係咯，國泰嘛，因為國泰爭個錢嘛。係啊。但係你冇錢還啦，咁你點？佢國泰而家點還啫？佢根本還唔到。咁咪唯有搞呢啲咁嘅衰嘢咯。係啊。好啦，你仍然睇下我嗰陣時，我就睇佢哋賣報紙話俾錢嗰檔海洋公園，嗯、又蝕喺度撲街噶嘛。嗯、我哋海洋公園啊，你咁樣做大富豪中國城，有泰國人妖睇好撚過啦，又夜晚屌你咪真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喎，咪點你噶？你真係砰砰聲有收入噶，咪點你噶？啊！你整個大飯店、嗯、一層過嘅、嗯，啊，歌舞升平啊，集中地啊。喂，咁你咁講，如果香港開到又如何咧？香港唔開得到，香港唔開得到，因為你香港已經係嗰、那個而家你嗰個股票市場嗰個咧係一個好大嘅賭場，佢、嗯、數額好高啊、嗯，特別你嗰啲棋子啊、嗯、摩輪啊嗰啲，澳門玩唔到噶嘛，係、嗯、嘛？同埋而家你香港開到已經係息微，新加坡、日本仔都搞緊咯、嗯，新加坡開咗咯、嗯，周圍圍緊住你，咁、嗯、你點競爭啊？同、嗯、埋你亦都冇嗰啲正當嘅高手人才。好啦，你又要惹翻扎古靈精怪嘅曱甴、蛇蟲鼠蚁翻嚟，你香港冧。因為當年大家回顧一段歷史，澳門曾經係一個大商埠，佢後屘撲咗街先搞黃賭毒噶嘛。記唔記得啊？嗯，因為有咗香港之後，澳門先借噶嘛。嗯，個商埠，嗯，借咗咪困住靠黃賭毒生存咯。嗯，咁如果你香港行呢條路咧，就死撚緊嘅。喺香港就直情咧，就係、是、你開曬成個邊境，做曬嗰啲輕工業工廠，個個人有工翻、嗯，有宿舍，有埋飯堂，淨係做嗰啲青少年嘅兒童服裝、衣食住行嘅生意啫。拍嗰啲歐洲嘅名牌，嗯，咁啊掂啊！你個輸盤免税噶嘛？咪你每年個大陸嘅細路仔出生咁高，同埋佢嘅一兩個孩子嘅政策，啲家長好捨得買嘢俾佢用嘅，知唔知啊？嗯，你唔好同大陸鬥平嘅，你要仲要租上價嘅，嗯，咁你已經係頂曬成個香港噶啦。嗯、因為而家如果你喺邊境，我哋嗰度做嗰啲工廠，兩公婆打工，一人3,500又7,000，因為有宿舍住唔使錢，嗯、有飯堂，有學校細路仔翻學，你就剩緊咗5,000嘅。而家你兩公婆咧就剩唔到錢嘅，知唔知啊？供樓啦，同埋咧佢個流量咧、啊，
你的人的移走的流量空間小了、嗯、變成你那個製成品出來的、那個、quality 就穩定了、嗯、日本仔要成功就是他的工人不是立面走的嘛，是啊，終身僱用是不是啊，是啊，即係所以佢好唔好都好，佢一定係保持到嗰個質素喺度嘅。嗰、那個係佢十八世紀嗰個傳統嘅，嗯，那個等級文化，嗯，即係你嘅職業做咧就係嗰行噶啦，唔撚整轉。唔係，仲有家族啊，係啊，你老豆做開個仔就做一樣，做個飯㗎。佢係有個傳統文化嘅、啊，但我哋都可以照用佢係學得國際，嗯。即係咧，係變咗佢德國啲嘢出嚟咁精準咧、嗯，就佢一生人十年八年咧都就做嗰個。佢唔會做下呢樣嘅，做下嗰樣，冇人即係冇香港人。其實而家你香港係仲可以起飛嘅，因為你睇翻香港歷史、嗯，當年英國人設計，每逢有工廠大廈嘅地方，唔係有洗市屋嘅地方都有工廠大廈。洗市區有洗市區都有工廠大廈，佢、嗯、方便你唔使嘥交通費啊嘛。嗯，即係等而家喺我哋對面，係啊，有呢個樓，係啊，有黃大仙，有雲塘，所以有新蒲崗，楞住曬嘅彩虹，啊、你嘅人流咧就慳好多交通費啊嘛，嗰度錢。咁而家都係翻呢樣嘢啊嘛，所以咪啟德入邊搞呢、這個。所以佢當年呢個英國嚟香港咧，佢攞咗英國嗰個城市規劃發展嘅學問嚟睇個城市。咁、嗯、簡單嚟講啦，香港如果我哋撇開政治唔講，香港繼續要有一個經濟上嘅角色，要搞啲咩嘢咧？搞黑錢咯，係啊，學新加坡咯，啊，隻眼開隻眼閉咯。哇，係啊，新加坡真係發達啦。你一定嗱，呢、這個係好撚公道嘅。啊，當年英國人做廠，嗯，美國佬嚟查廠，係、嗯、工商署通知個廠老闆噶嘛？喂，下個禮拜嚟啊，大家執生咁。嗯，即係你做老鼠貨，佢哋知道，啊，但佢唔會督爆你噶嘛。啊，大家四四六六搞撚掂。嗯，新加坡咪咁樣樣咯。嗯，嗱，好撚簡單啊！如果你唔係咁咧，新加坡點樣發達咧？即係佢一個常識，大家知道。我同你買批坦克車，我俾錢噶嘛？點俾啊？嗯。梗唔可以就咁俾你啦，唔係要俾錢，我屌你，我見貨俾你話俾撚咗錢你先，係梗係見貨俾啦，大佬又唔得喎，嚇點解？唔得噶，我唔諗會出現噶嘛，嚇、啊！所以點解當年英國都咁多買板咧？嗯，就是、有一個買板負責嘅，所以嗰行好難入嘅。嗯，即係以前係河東嗰啲啊？係啊，即係佢呢個人咧，你經佢咧，佢啊賺咗你啲傭。但佢咧就保證到你兩頭都冇甩勾嘅，佢、嗯、負責嘅嗰、嗯、單交易啱唔啱？好啦，佢經咗買板，好啦，如果你做到你經咗買板之後，咁你錢匯去邊咧？好啦，當你安全匯撚完，喺邊度交收先嗰批坦克？冇話講坦克咁撚大台啦，我哋試過有一船坦克，屌你媽點鳩總理簽我名，我某個國家俾人冚撚咗，冚撚咗翻嚟，屌你有冇搞錯咩嚟噶？你嗰張在紙係爛鐵，屌你係咩？原來坦克車嚟，佢寫爛鐵，屌你報關報爛鐵，屌你係咩？你搞撚到總理都呱呱嘈嘅，屌你咁班友嚟撚曬譜喎，一俾人冚撚砸撚曬營喎，對方咁樣就，所以我話到你正常人，我同你成交完一堆坦克車，喺邊度交收先？嗯，你都頭撚痕啊！我當你啲錢安全啦，搞掂曬啦，喂，交收啦咁，點交收啊？嗯。係嘛？咁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其實有國家級嘅即係嘅嘢係做呢啲嘢嘅要。屌你唔係咁樣簡單大佬，係嘛？地球得兩個地方我哋交收嘅啫。嗯。任何飛機飛入嗰啲重型飛機、運輸機咧，唔需要通報噶。嗯。係去到現場先通報嘅。嗯。唔會話隔日我哋幾月飛嚟冇嘅。嗯。知唔知啊？嗯，你就費事講啦。呢啲呢個好撚高深學問嚟嘅咩？話你普通人去搞，我呢啲係比較高深嘅交易啦。好啦，我哋講你世俗人買層樓，咁啊即係希望網友就小心啦。有啲常識啲人唔知嘅。嗯，佢真係裝你彈弓殺撚咗你掟嘅喎。嗯，嗱，佢話包你按到幾多成？嗯，同你揾一萬銀行，你咪俾掟咯。嗯，俾撚咗大掟，跟住佢叫銀行唔撚批俾你。你夠期批唔到錢，咪殺頂咯！恒大嗰個咪試過咯，前兩年。恒大啲係衰嘢嚟啦，唔講啦，我講正常有新裝嚟。嗯。專係殺啲窮人嘅。哦。咁撚撲街嘅。嗯。你話借七成得啦，包你借到，介紹埋銀行俾佢，同銀行串撚謀嘅。嗯。
係咪得啦？得啦，應該借到啦咁。啊，佢老母同你拖緊住。咁你俾緊咗訂金，就一兩個月就要交易㗎啦。係啊，唔交就殺到時到後啊，你搞唔到就唔撚批啊。佢唔撚批你，唔撚使講理由㗎喎。我你老母，你攬住份嘢都唔知去邊度賣你。你上唔到場，我咪俾人forfeit你個deposit咯。大家所以你一買樓，你最緊要揾到一個熟嘅銀行。佢真係出咗信話批俾你。如果唔係咧，你唔好聽嗰啲地產有啲不良地產公司，咁啊唔係個個咁撚撲街嘅，一但有好多係咁樣揾食嘅。你真係小心。好啦，有啲咧仲撚衰。特別嗰啲正當人家做醫生啊，嗰啲公務員退休啊，買層樓收租好多中招㗎。你買間鋪仔買層樓收租，睇個租金已經擒幾多㗎嘛？回報啦回報幾多嘛？佢做張假租約。即係我租俾你台長，10皮啊，十皮啊，啊，做咗30,000，咁你話抵喎，買撚完之後你又唔撚交租啦。好撚多人中招啊！但係呢個世界好古怪嘅，就有謀有謀，輸家有奸輸。我識得個馬來西亞佬個撚樣，就用呢招咧，就裝撚咗個醫生兩公婆，買撚咗金馬倫道間鋪，買貴兩成5-600萬嘅。啊！大佬，人哋發達後屘就係你講嗰間啦嘛，佢估唔撚到，屌你老母，變咗成億，屌咪幾千萬啊，千幾萬買啫嘛。但當時市價唔撚值噶嘛。就揾條靚妹話做時裝做服裝咪10萬蚊租，其實應該租3-4萬，整撚到做10萬蚊租。咁當其時，如果佢出嗰個價，又佢又唔會賣俾佢啦，係咪啊？唔係，佢就係提高個租就係咯，租借佢提高咗佢啲醫生咧就戇鳩。一計劃有成10厘8厘息租收喎，咪喺度擺銀行，咁樣中緊咗招噶嘛，中緊咗招，誰不知啊？奸又奸，孫猛猛孫，個醫生咪發達咯。呢個世界一個人咧，你始終你正氣啲咧就著數啲嘅，但啲常識你一定要知道，係嘛？唔係你真係防人之心不可無。唔係啊，因為佢係好技巧噶嘛。喂，我揾間銀行同你做分期，你咪大安置佢咯。你估唔到佢串謀一殺鳩你頂嘛？啱唔啱啊？好啦，今日興致好高啦，我哋帶有好多話題，所以我哋咧都要講埋其他，因為喺預告入邊我哋都提過啦。咁我哋要重續嘅嗱，最近咧就呢個張婉婷。嗰套紀錄片，所謂紀錄片啊，就《吸食鬼水的我》咧，就滿城風雨啊。咁我相信咧，有好幾個因素造成呢樣嘢嘅。其一就即係佢參與咗呢個《説老香港故事》呢個即係咁嘅 project 啦。咁跟住落嚟就有其中紀錄片一位女同學，咁佢就寫一個一萬字嘅文章啊。即係去講翻啊，佢即係嗰個反對，即係佢哋對呢套戲反感嘅原因。咁跟住咧就牛下女車神啊，李慧詩咧就追嚟講，佢接受嗰個訪問咧，其實佢自己都即係事前都唔知嘅，亦都即係牽涉一啲即係可能商業利益嘅問題。咁啊，博士，我記憶你都係應該係電影半個電影圈中人係嘛？我又唔係電影圈，我係最早同李小龍一齊拍戲嘅。好細個啦嗰時，跟住我就喺中國咧，就拍咗兩個劇集，就幫國家拍嘅，就要嚟喺改革開放之下咧，引起個社會嘅變化，啲年輕人咧點樣去面對咧咁。但我就推廣好多電影嘅，特別印度電影。係啊，我有睇過啦，咩三個乜乜。三傻嗰個作死不離三兄弟就我幫手一齊引進香港，我就引進咗中國咧，就做咗開咗800多間戲院，同一時間咧就起步，咁喺中國咧又搞咗啲電影徵文比賽。咁樣嘅，咁啊中央政府當年咧有關單位咧，就出曬傳媒報紙，一部老師學生都要睇嘅電影，咁啊大紅咗，叫間接咧就整紅咗阿米康咯。咁但係你正話講個古仔咧，呢個個紀錄片嘅事咧，我就喊一喊，就其實咧就係茶杯裏的風波，對社會完全冇撚建設性。你多年你老媽子簽咗，而家你成咗人，問一問個律師要點樣處理收工？你唔好自己去估喎，究竟你份同意書有冇效？冇效點樣冇效咁啊收工咯喎？好啦，但我哋喺個理論上講咧，就呢間學校有份參與咧就冇道德嘅，係差咗。人哋多年咧係為個學校拍嘢，就係內部存在或者內部籌款。如果你一公開要商業行為收錢咧，你要得佢同意。
或者佢一反對嘅話咧，你嗰份咪合約嚟嘅，你就要褪噶啦，就唔應該話夾硬去出街。因為而家好多人咧，稍微有啲江湖地位，涉及一個咩導演噶嘛，有一啲少啲江湖地位當自己權威噶嘛。即係啲某君屌你老母寫撚過兩本公仔書啊，啲劇本啊，咁屌你咁樣當自己權威噶嘛，好撚戇鳩咁嘅人。喂，我哋而家同你講嘅地方，講回教講聖，我係親歷其境工作噶嘛，所以我點撚多報導啫？我以前攞出嚟噶，外國報紙而家陣間貼埋印尼嗰啲報紙，回教國家係咪？喂，我親歷其境做工作喎，你班撚樣屌你，冇靠睇個圖書館拉資料，屌你老母真係執啲嘢出嚟鳩噏噶嘛，啱唔啱啊？我哋身經百戰噶嘛，喂，我坐到你隔離響咩炮，我可以叫你喂唔撚使走，仲有十公里先到嘅，因為你聽啲炮聲都知啦，到佢嗰個係咩炮，佢離幾遠啦、啊？佢離幾遠聽個槍聲都知噶嘛，係咪啊？你咁樣鳩噏唔得噶嘛，所以呢啲係茶杯女唔值得講嘅，呢啲咁嘅茶。所以剛才我提了重續啦，即係呢啲就少話，係啊，即係一封律師信就搞掂。咪都唔係事嚟嘅，係咪？同埋你可以好婉轉嘅，你先俾封私人信，即係話喂，而家我成咗人啦，我而家唔可以，我哋封建時代阿媽拎拎個女去賣噶嘛，係咪啊？咁一句嗰個話都自己冚旗啦。係啊，即係如果你係清潔從業書，我掟你去孤兒院咁得唔得？係咯，係咪啊？所以你佢即係唔識處事啫。咁你寫咗萬字，咁你搏咩啊？搏人同情你啊，冇人同情你噶嘛，係你嘅家事嚟噶嘛。邊撚到個個唔投胎，你投胎你阿媽啫，簽啲嘢俾人啫，怪自己啦，啱唔啱啊？你即係話你唔肯識處事。嗯，啊學校又唔識處事，一見條僆妹一炸型，你即刻就冚旗啦。係，所以唔應該發生。哦，啊妹妹你唔中意啊，得我將你嗰部分咧，而家可以 cut 咗佢，唔同你出街咁咪搞掂咯。嗯，即係九流嘅，而家啲人嗰、那個，佢哋嗰個 ego 好撚重嘅。嗯，全部以自己為單位。嗯，有啲啊扮權威。嗯，係嘛？咁你有啲人係朋友多咯，咁話朋友多，多人出嚟同你護航咯。嗰啲人唔識嘢噶嘛。嗯，啊。我先學領死嘛！你睇翻今日我今日早睇新聞，我四十七字唔係我早講咗噶，原來咁撚多鬼嘅。唉，大佬嗰單嘢我啦，喂，你聽見個名你都係咪？你都應該有少少戒心啊，大佬。唔係啊，屌你！嗱我坦白講。我聽見兩個字的人名咧，咁我已經有少少即係，除非你係假，除非你係筆名嘅 ，OK。係啊，你睇到就話係好撚無辜啊，班友。所以嗰時我成日都鬧話戴耀廷噶，我條忍樣斷撚工好辛苦嘅，真係害到雞毛鴨血噶嘛。唔係，咁我又覺得係咩啦？真係好善良咯。唔係你有評估啊？唔係善良，善良大撚曬啊！呢個世界就係善良啲人先要打靶噶嘛，列寧話撚過。我哋有講過咩啊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嚇。咁但係呢個就係列寧引述嘅，就唔係佢講嘅，即係唔係佢原作咁樣。Anyway 咁啦，即係十九歲的我都唔想翻。唔係話上地獄嗰個啊，列寧講嘅另外一句啊，列寧咧唔同你嗰句噶，列寧就話善良嘅人將來一定係我哋潛在嘅敵人。係，因為佢睇唔過我哋共產黨去搞國際革命嗰時用嘅手法。哦，佢有講，佢接受唔到嘅階級鬥爭。係啊，階級鬥爭接受唔到我哋嗰個階級鬥爭嗰個手段嘅。我都講曬㗎啦。係啊，階級鬥爭就唔會有人道主義。變咗佢唔會接受，係變咗佢就會幫翻敵人，係幫翻對家嚟同我哋作對嘅，所以唔可以用好人。啊，咁呢個即係話題，我哋都唔講得太長啦。咁但係有另外兩個咧，就我個人嘅興趣好大啊。其一咧就係。究竟呢個佛門係是非之地啊，定係還是呢個即係清淨嘅地方啊？咁一句説話，本來無一物啊，何處惹塵埃啊？咁無一物，你嘅通道個世界唔使發展啦。嚇！你想清淨或者是非之地係人搞出嚟噶嘛？嗯。最重要真係你個人搞出嚟噶嘛？你話本來無一物。這個又不成世界喎，嗯，那個不是物質世界嚟喎。但文殊當年啊，六祖是被他同門師兄追殺的，係嘛？那個有真有假的，那個是妒忌一定有，嗯，因為當年我的契爺，嗯，是幫虛雲就收回六祖那個禪院的南華寺，南華寺是被一班
因為當年出家咧，多數都係做賊先出家。嗯，光陽大道啊。咁你係咪等於我哋今日講著草啊？係啊，因為當年咧，佢朝廷咧，你一剃頭落髮咧，攞咗道帖咧，就赦免嘅呢普通嘅罪，你明唔明？即係立地成佛喎！呢係啊，所以好多人借嗰個佛門咧，去係做衰嘢，又有啲啊。失意避世又有，所以有花和尚老智深、啊、所以中國人咧有一個圖案咧，就表現曬中國人嘅、嗯。你出身有書讀，屋企有家境讀書。嗯、你嗰陣時戴個頭巾，即係代表儒生。嗯。啊，考唔撚到功名戇鳩鳩咧，就著件道袍。嗯。又戴個道冠。嗯。咁啊，我無為咁啊，扮清高啦，關唔撚事啦，遊啊遊啊，再撈唔撚點咧，著到草鞋，著和尚係咪啊？和尚啊，和尚啊，係啊，做雲遊僧啦。咁啊，呢個代表中國人嗰種整個社會嘅縮影嚟嘅。好啦，咁我哋可以利用個佛學，就唔可以去迷信個佛學。你用个佛学咧，就话佢有好多指南俾你咧，你会避到好多人世间嘅阴险啊。嗯，一睇你睇到佢系佢佛学系唔实体个世界噶嘛。嗯，佢冇感情嘅。嗯，但系佢冇感情之中咧，又曾经俾欧洲嘅大哲学家尼采咧形容，佛心系最多情。嗯，佢唔系世俗间嘅情。如果你看過哲學書，你看過尼采的名言金句的、嗯、多情是佛心的嘛、嗯、那點解我這麼多年來一路重整個宗教呢，在中國就是多謝無名氏作者、嗯、你看過那些書嗎？有金色的蛇很喜歡的、這個是啊、還有這個是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野獸野獸、啊、是姓 Book 的而已嘛， Book 少夫的兄弟是啊是啊，他是三十年代的嘛、嗯嗯、你多歲看他十零啦，十零岁，十几啊？但系十六岁，我早过你。嗯，我十三岁睇佢啲书。嗯，咁啊睇到《北极风情画》咧，佢有个序言嘅。嗯，佢系我想而家，因为佢哋嗰啲曾经过嗰啲咁嘅五四运动啊，乜乜嗰个时代嘅人咁啊，卅年代。嗯，佢话中国未来喺呢度，包括个世界，佢咪就系讲中国，佢个世界观嘅嗰时有。嗯，系要重整一个新嘅宗教。嗯，当年无名氏啊。嗯。有呢句寫低嘅，大家抄翻《北極風情畫》睇，咁、嗯、我變咗咧，我好細就入腦噶啦。嗯，佢文筆好好噶。係啊，我非常之好。我唔知點解而家啲人佢唔出名，但係即係以文筆嚟講，佢好過我哋。好過好過。五四嗰陣時嗰啲。好過，屌五四嗰啲垃圾嚟噶嘛，大撚口得撚罪啦！你咁你巴金咁寫乜撚嘢，大眾嗰啲啱唔啱啊？嘥撚氣啊！佢係。但佢有啲憤世疾俗嘅，係係，咁落咗嚟香港嘛，我記得落咗嚟香港，咁啊再翻翻台灣啦，因為佢阿哥係做一個大嘅報紙嘅新聞天地，我唔記得又係卜少夫啊嘛，卜少夫係啊，嚇又卜老好巴閉嘅喎，嗯，八十歲仲起到快嘅喎，又飲得嘅喎，啊，所以我就當年咧，點解我到而家一路都係仲對嗰個人類嘅文明改革咧？就係、是、由無名氏挑起嘅，係、嗯、自細咧有呢個思維嘅。咩、嗯、你咁撚多宗教即係掂咪掂撚咗啦，冇咁撚仗打啦，係咪啊？唔撚掂嘅，唔撚掂即係套嘢唔撚掂啦。咁唔掂點解咁撚多人攬撚住佢撈咧？哦，原來有著數。屌你乜原來大家有著數？凡係有系統即係、就是、有建制嘅宗教，一定有著數啦。咪咯，一定係分利益㗎啦。啱啱啊，所以你就而家話你共產黨搞無神論，佢搞緊咗一半又唔搞一半。咁、嗯、你揾方法同佢填補真空先得㗎嘛。嗯、好啦，咁你話你而家你講話個佛門是非啲是非，等於而家你香港喺我哋華人社會，佢、嗯、連自己睇嗰套經都錯嘅，攞撚錯經都唔知道。有啲知道咧都唔撚改噶嘛，因為佢有著數啊嘛。嗱，好簡單啫，唔好講咁深。嗰陣我貼一段嘢上去就唔冇有視頻啊，但我就擺個面啦，你自己揀嚟睇。淨係你巴利語藏經同你而家中國嘅藏經，就係講釋迦牟尼俾人行刺，俾阿菩提達嗰個行刺佢。哇！四五百支箭，嗯，喺中國佛經就哇，嗰五百支箭咧變咗蓮花啊咁，將近佢個佛道變咗蓮花嘅，嗯，同阿尼巴利語嘅藏經唔撚同嘅喎，嗯，唔係講四五百支箭喎，係有五個弓箭手，嗯，啊，
即係佢全部改撚到咧係神話神化嘅。呢、個咧就等於寫《西遊記》，一印度佬咧中意中國人中意睇《西遊記》嘛。所以而家你中國啲點解話搞撚到嗰個武術界咁撚大鑊咧？睇得武俠小説多嘛，飛天遁地啊嘛，所以搞到變東亞病夫咯。是不是好撚古怪的，我哋睇做歷史研究，個撚個追求虛無縹緲嘅，虛構嗰啲虛構文化。佢嗰個武術武林中人咧，佢應該講咗跳舞個舞就啱咯，係跳表演嗰舞跳舞嘅武術，就唔係功夫嗰種武術。所以一上台咪輸到撲街咯。你拗頸冇撚用㗎。啱啱先？等而家你而家你中國都係咁嘛？你就算話你而家有兩件架撐，哇！集撚曬馬出嚟同你挑戰，你一行撚出去太平洋，收撚咗你工啦。你點樣補給啊？過太平洋嚇、你嗰只咁嘅神龍茶得六日汽油，仲要揾幾隻補給船去載油，點你一出未一出沉撚咗啦？啱啱先？係係啊！所以嗰個佛教咧，而家咧，我哋點樣一路重整咧？重整咧，就算我哋叫人哋，如果真係你話叫我哋要信一個宗教，中國指定要信個宗教。我以前都信新教、基督教啊。但冇咁複雜啦，你施比受有福，有個天堂去穩穩陣陣算緊數，做好事啦要，咪施比受有福咯，有個十戒咯，有個十戒俾你守下咯。好啦，但有一樣嘢咧要調整嘅，個教堂咧一個月只准去一次，就唔使個禮拜去。咁咧嗰啲神職人員咧唔准私底下同啲教徒咧傾偈。你要跟教徒傾偈的話，你是在公開的講座裡面公開是問問題，就沒有私底下來往的，即是不讓他樹立個人的勢力。那好了，你要學教的時候你就在家裡辦不辦物，就不讓他罪人。現在你共產黨就怕著宗教力量影響你的危害你的政權嘛，最終那你就可以有方法的，就算新疆你可以這樣的。你一停止哦，得你拜任在家裡拜啊、我教停了一季先给你聚会一次，是这样简单的，那就有救了。好了，如果他共产党聪明的，你西藏啊新疆这个我有救你，喂不够啊，昨晚有个长老报梦啊，说真神阿拉呢一日要拜十次，等你老母拜周身不得闲。西藏又是你就做大礼拜有人去做咯，一些人蠢就有救你蠢咯，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佢哋就唔需要用一啲咁嘅打壓手段嘅，係佢嘅事啊嘛，係咪啊？咁以前中國嘅呢啲王朝都係咁嘅處理法噶啦，嗰陣時咪頂咗人喺度咁就算數啦。係啊，你記得嗰陣清朝都係咁樣啊，派咗又唔搞，因為個控制成本其實係越嚟越高好大噶嘛，你越嚟越高啊，你搞啊，你控制唔到噶，因為你仲俾嗰啲外邊嘅勢力去利用佢嗰個敵對勢力啊，所以係要即係疏導嘅，係疏導人心嘅，有救佢拜咯，係啊，教佢點樣拜添啊，係啊。咁嗱，我自己最有興趣一樣嘢就係，亦都未同阿博士交流過啦。第一就係，咦？我今日見有個人有個伯，衝身孭住鬱嘅喎，前前後後都有喎。咁點解要咁做法咧？就係由慈禧太后搞出嚟嘅。中國翡翠有地位咧，就係慈禧搞出嚟嘅。以前就係嗰啲漢玉、白玉就再早啦。但講正式翡翠啊。因為那些人去進貢，咁咧就慈禧就越搞就越多紅。我哋喺嗰個台灣國館博物館咪整咗兩嚿大白菜啊嘛，大白菜啊嘛，嗰嚿翡翠係嘛？翡翠翡翠，仲有一嚿肥豬肉啦。嗰個肥豬肉啊，嗰個係靚嘢嚟嘅，靚嘢嚟嘅，靚嘢，真係好無價之寶咯，點解咁靚？咁佢搞咗出嚟咧，啲皇宮大臣就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咪炒咯。好啦，但最重要明白地球咁大。點解得緬甸嗰嗰金地方先有翡翠呢？其他有嘅玉石咧，唔係嗰類嘅喎，個硬度唔係咁嘅喎。咁你知唔知翡翠點樣形成先？唔知呢個要博士講啦。玉石，佢又叫玉石一種啊嘛。但佢唔係石嚟嘅喎。你有冇聽人講過？冇。翡翠玉石本身唔係石。咁點解會變成咗石呢？
同埋翡翠嘅特色咧，有熒光同埋晶瑩通透噶嘛，貴嗰啲啱嘛？嗯，係佢嘅特質嚟嘅。嗯，喺個陽光度一照咧，有浸熒光嘅。嗯，所以嗰啲高手咧，體育咧，一喺陽光度一望咧，就知真假噶。嗯，一上手就你佢個硬度啊，那個重量咧唔同咗個手。嗯，好啊，佢咩形成咧？係水嚟嘅喎。整個翡翠是由水變成的、嗯、最近的成形現在拿出來賣的玉石應該都有超過四億年歷史的才有這個這樣的形狀的翡翠、嗯、即是幾億年前地球地殼變陣分裂天體運行爆裂了剛剛那個地方呢有一個很大的湖有水在那裡它一分裂呢壓迫埋去，將嗰個湖嗰氹水啊，又高温又咁大壓力咧，逼埋咗凝聚咗呢啲咁嘅翡翠出嚟。嗯，呢個咧係天地嘅精靈嚟嘅。嗯，好啦，喺我哋行上咧就好奇怪嘅，佢有少少跟人嘅，所以你咪見到有啲人戴大下靚咗嘅。是啊、你聽很多人講、啊，但係佢大大靚咧，唔係話佢自己生咗啲靚嘅色素出嚟，即係佢嚿石本身隱藏咗有咁嘅色彩嘅。嗯，只不過佢俾面層嗰陣咧蓋咗佢嘅光彩。嗯，到你大大下咧，你化走咗佢表面表層嗰陣，佢、又露咗出嚟，即係等於我哋人哋講話，你人本身有佛性。即係舉例就係佢嗰個最靚嗰部分係佛性嚟嘅，佢又現咗出嚟。好啦，但我哋咧就有少秘方咧，點樣會令到佢再變靚啲咧？呢啲我就唔教人嘅，網上都唔係好多人知嘅，因為你將嗰個顏色度數升一級咧，爭好多錢噶嘛。嗯，你聽明唔明啊？咁會唔會話，譬如講我識貨嘅，我買啲即係表面上好平翻嚟交交下，就變咗其實就價值連城？但是你要有德行的他跟人的、嗯、你如果我們在行上開石呢去切石的時候不讓女人在這裡、嗯、他可以說一開出來沒領完色的哇所以呢你去做那些翡翠行家呢買了一塊石回來、嗯、要開了、嗯、不該你女人不可以在場真的很古怪好了還有他真的很邪的我有個行家買了一塊石開到第六刀都蝕本了唯有幾皮嘢賣了給人家算在那裡蝕了十幾廿萬剩下最後一刀不蝕那幾皮嘢賣了給人家屌有買了一塊一切下來變成了幾百萬我屌你有什麼東西啊就是差點那刀自己都不敢搏那刀蝕下去、嗯、好了高手的高成怎樣呢不教外人的看石嗯现在 Burma 那些、石柱是父传子的、嗯、女都不教的嗯它的高度怎样呢因为它那塊玉石在那个圆山那一采出来那一下呢它24小时内那条线呢会不见了的嗯那条色线嗯就是它的分水岭有条线出来24小时内消失所以佢一採出嚟咧，即刻就畫低。嗯，畫低咧，佢一界界內兩邊都爆棚綠色嘅喎。嗯，就啱啱喺佢嗰條線係咁多啫。咁你意思就話佢綠色先係正嘢啦？咪即係有色啦，即係有色。但屌你，你買翻嚟以為富貴啦，我屌佢諗佢又得一張薄一張紙咁撚薄啫，你啊賺唔賺得過啊？所以呢啲真係高手嚟嘅。好啦，你買到嚿石翻嚟。你看到它的色根會不會生走到哪裡、嗯、你將刀怎樣落如果你不懂落 你那張刀一切下來原本做到額的做不到嘛哦即是肉額你做不到嘛、嗯、你不懂避那些破裂嘛、嗯、所以這個就是一手工序第二個看著這塊石怎樣挑琢所以肉不琢不成器嘛、嗯、挑琢那個人呢是一門專科學問好啊挑完之後挑什麼呢設計做出嚟咧，嗰、那個就藝術價值，嗯、即係你嚿玉靚嘅一種價錢。嗯、我嚿玉唔靚，我變咗藝術品。而家你上面買嗰啲雕塑都係石頭嚟噶嘛，邊度靚啫？但你買咧咪撚貴啊？喺拍賣行，佢、嗯、就係嗰個挑工嘅藝術啦，就另外一套。嗯、當然如果你有藝術價值加埋玉嘅價值，咁咪更加貴咯。嗯、但係佢係有靈氣嘅，
呢個事實。咁人應唔應該帶即係？老人家喺我哋傳統，如果譬如你而家我叫人買噶。老人家，我成日教啲細路仔，我嗱你阿媽生日或者唔生日咧，你有錢買隻俾肉鴨俾老媽子戴，嗰句咧就叫有心，佢會定經嘅。佢定經，你又點解咧？佢嗰個肉嘅放射元素可以降服你個人嘅煩躁嗰個好輕微嘅震盪啊！即係你個心靈有少少蚊疹啊咩嘢咁。佢可以平衡到佢嘅，呢個事實，呢個事實有呢種在，所以同埋我哋古老人家咧，越臨到年紀大咧，就有個死亡威脅啊嘛。哇！又話祖先嚟揾佢啊，又驚鬼又剩啊，怪神怪鬼。嗰啲人喺個古代傳到落嚟，咗係辟邪嘅。係啊，通神我想講啊。佢唔通唔通一件事喺個觀念上，佢一接手就辟邪。咁啊，戴咗肉眼咧就係我辟邪啦。咁咪好瞓啲咯。你咪個心理上嘅療效係有嘅。好啦，既然間你講到肉咧，就嗱，大家啲網友聽到咧，你就早去天后廟度，逢係四六下晝四點至六點七點，就14號地下上層地下，揾阿方太，我有啲肉鴨咧平賣俾啲網友咯，大家千零蚊一隻，唔會蝕本啊，千零蚊，因為我好多嗰陣時我開咗，我做咗成5000公斤翡翠喺個倉，咁我做咗批咧就係俾啲台友咧。要嚟孝敬父母嘅，1500到啦，你揀一隻唔啱嘅翻嚟換，咁啊自己聽到嘅咪買咯，9839106，約阿方太，因為呢啲我係以前我買翻嚟平嘛，你做隻鴨嗱，你嚿石翻嚟要切開佢，要刻隻鴨嘅形狀出嚟啦，一個工序喎，切石一個工序，吸只鴨出嚟一個工序，吸咗鴨咧，仲係未完身嘅喎，仲要打磨啊、拋光啊、割切割啊，幾個工序嘅，而家個工序都幾舊嘅，大佬一喐手啊，你揾個特務佬翻嚟釘釘嘢都幾百啦，你一個工序都幾百噶。千零蚊啊！依家啲網友咧，得閒你揾放太埋，有好多我做咗一批喺度。咁啊，最尾想問下你，即係揀玉器咧，揀頭先你講啲肥，有啲咩基本嘅知識要知咧？有啲 A 貨、B 貨、C 貨，最好咧有啲高手我哋睇唔到嘅。最好係做張證。你去拎到嗰個而家廣東道有間玉石鑑定廠咧，你唔出證書咧，照一照50蚊，真定假？有冇溝咗啲膠喺度？有冇注膠？有冇打針？咁我如果你照到你嗰件嘢貴嘅，咪做張證書咯。做張證書100-200蚊啫嘛。喂，但係點打針啊？啲石都要打針。佢嗱佢咁樣噶嘛，啲石翻嚟，所以佢而家市場賣咧，你好難告嘅。佢真玉假石，即係佢冇色嘅。佢揾啲強水揦下揦走曬嗰啲污糟邋遢嘅嘢，咁跟住咧就注色、注膠，咁你咪哇又通透又靚喎，嗰啲咪嗰啲叫做 B 玉。好啦，有啲咧佢嘅肉本身唔夠色，佢就再注啲顏色落去。以前咧就浸酸梅嘅。浸酸梅揦走啲嘢嘅，又煲醋嘅，即系煲走嗰啲化走咗嗰啲垃圾啊，又先再摆落颜色落浸噶嘛。而家就个科技高深咗啦。咁啊，呢啲咁嘅装咧，呢种嘢咧，当年台湾都发达靠呢啲嘅。台湾人中意戴 B 玉嘅，即系佢唔系假于翡翠嘅真翡翠。但色本身唔夠，佢再做靚啲，佢戴出嚟咪衝得下咯。你明我意思啊？即係等於戴只啊假撈，唔係假撈，佢係真撈相住，自己相住，真撈自己相住，佢假唔曬，個玉都真噶嘛。個玉本身係真嘅，一定真，但係就唔夠靚。而家好多錶行都係做呢啲噶，以前發咗達啦好多。你告佢唔到喎。佢玉係真嘅喎。佢又買埋粒的。个疤都系真嘅，个面都真嘅，系咪？系个壳假嘅，但佢再加工镶住，咁你唔能告到噶。佢有证书喺度噶嘛？系系咪？啊，今日好精彩，又系咁啊！有一句总结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系文章嘛。系，咁呢句就真系适宜啦。我哋系
我是比較多弱、多元、多面手的人嚟嘅，無論你政治啊、經濟啊、行業啊，即係我哋肯研究啦、肯問人。真係點解咧？最著數，你唔好叻唔切，成班人坐埋咧，你又唔最好冇撚出聲。有咧咪有咧人講，啱嘅你就聽，唔明嘅你自己再翻研究。就如果你一駁你一駁嘴咧，人哋唔撚教你嘅，係啊，唔撚教嘅點解要教撚正你啊？教正你加生法啦，啱唔啱啊？我哋就好虛心，後生，我哋幾後生同啲銀行董事長來往啊，就講嗰啲銀行啊，嗰啲古靈精怪嘢啊，怪細佬。我哋開佢係嗰戰前開銀行啊嘛，開銀號，銀號變噶嘛，恆生以前都係銀號嚟噶嘛。佢話我哋如果冇兩賭，用乜嘢冇撚曬啊間銀行？你擺個擂台俾人呃噶嘛？係係啊，係咪啊？哇！嗰陣時試過擠提啦，咪一個咩海外信託啊，海外信託後期啦，後信託啦嚇。好啦，跟住李康光 bank 俾人動咗四千幾萬，上撚到高院輸撚埋官司。好撚高手嘅喎，冇撚得告唔撚到啊！屌你乜你百人百幣啊！佢經幾個人睇撚過佢簽名㗎啦，出嗰筆數。佢如果我哋唔係學啲衰嘢多點開銀行啊，即係你嘅衰嘢一定要識曬。你唔係要嚟用嘅，害人之心不可有。唔係，你係嗰個生意你要防止。係啊，防人之心不可。因為佢嗰個生意咧，你開個銀行嗰度咧，係擺開門口，人哋又賣開 VLC 啊，又攞貨又買貨啊。到時你開咗 VLC， 佢落撚咗張石頭俾你噶嘛。你咪蝕到撲街，你銀行啱唔啱啊？你錢係俾撚咗人嘛。係啊，係咪啊？個貨主又走撚咗路嘛。等而家你嗰啲咁嘅雷曼債券一撚樣啫嘛。係咪啊？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就非常豐富，一路不嬲跟人學。但我哋有好處係點咧？就係個涉及當年出生一跟政治部啲大佬學嘢。一學咧，你一學正統。衰嘢咧，你知道就得啦。但你一出去送出咧，你就用正途嗰套，你就襟玩嘅。因為咧，你就旁門左道咧，你始終都係唔襟玩嘅。我哋就當年有呢個境界度。等而家你話啲無人機放飛彈，又話斬頭行動，你喺度睇啦，咁咪可以亂襯斬啊？會唔會啊？技術上可行，但係政治上就好多。即係後遺症，唔係啊，好撚多關卡㗎，唔係話你話射又射㗎，等於你撳核彈啫嘛，撳核彈你會真係撳個掣咁簡單啊？唔係咯，係啦，梗係唔係啊，大佬？係啊，佢就嗰個斬頭行動啊，喂，分開幾組人，仲要有個法律專家，我哋而家咁嘅情況之下，有冇抵觸法律？我話如果公開咗，我哋有冇計好數，引致外邊有幾多人傷亡？公開咗之後咧，我哋會唔會受聯合國國際嘅譴責？喂，我屌你乜！你炸五個人，因為你炸鳩死咗成幾廿人，嗰啲係無辜噶嘛？係啊 ，collateral damage 唔係咁撚容易噶嘛？所以你唔係咁簡單嘅，任何生意都係好多界限，即係唔會話你無。無端放個氣球出去，搞到咁撚亂出嘛？人哋有個程序啊嘛，我出去點樣控制到？我係咩情況之下咧？我有個後備點樣去應付？Plan A、Plan B、Plan C 係啊，爆個鑊之後點樣危機處理？咁但係而家好似個政府好似做長戲咯，咁咪哦，大而家龍頭大哥話搞經濟咯，咁咪即係中東打個攬翻嚟咯，咁咪輪嘢咯，係嘛？即係所以如果你個人咧，如果上心嘅話咧，就嘔血；如果你唔上心咧，就睇場鬧劇啦嚇。咁你都冇計㗎，個世界而家係得個笑字㗎嘛。你最好就係都係笑眼看世界咯。係，因為你唔可以阻止人蠢㗎喎。係啊，因為而家成個社會啲人咧係蠢人多嘛。係。如果唔係啲叻人點樣揾錢啊？係啊。因為世界係俾叻人揾曬啲蠢人嘅錢㗎嘛。啊。因為你買個手袋幾廿萬，揞翻自己個銀行都冇幾廿萬，你有冇搞乜撚嘢咧？係咪蠢咯？係嘛？係啊。咁所以呢個節目個名叫做查博士怪論，就係咁嘅原因。係啦，所以你啱聽嘅你咪聽咯，唔啱聽嘅你就自己上網 search 啊。我就唔俾面人嘅，因為我有資格唔俾面人。因為有人問過我，喂，你咁樣踩嗰叫大乘佛教，咁有咩益咧？對我係冇益，但對社會有益啊嘛。
唔會俾你繼續再害人啊嘛，踢撚爆你咯，係咪啊？係咁撚簡單嘅，呢、這個就基督教精神嚟噶嘛，行公義啊嘛，係嘛？好啊，今日好多謝博士啊，咁亦都係又係做得非常之嚇嚇，即、係精彩啦。比較多啲，你又問得好嘅，你一問到啲新嘅知識，因為好冷門嘅。你又講個大細波啲人忘記咗啦，成也波敗也波，你有你個細波同大波，係嘛？究竟而家我哋習先生，究竟你想玩邊一個波先？唔該你，大家眼前有兩個波俾你啊，習近平哥仔，我屌你究竟想玩細波緊大波啊？好，係咁先啦。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